好恰雅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状况，比方说一进到冷气房就啾，对，要不然就是太阳晒着晒着突然觉得头晕脑胀四肢发软啊，或是看着满桌的菜色却肚子不舒服吃不下，更可怕的是想要上厕所但是我放没出来，哎呦我的天哪，人家是没到夏天我要去海边，你们是没到夏天体弱到天边，这样不行啊。因为我亲戚就是后来诊断出有癌症，我就有爬文然后研究，看到牛樟芝是一个很好的补给品，是，但是呢牛樟芝里面有分为枳实体跟菌实体，那这两个是有什么区别？牛樟芝事实上是一种真菌类，那它是事实上是附着在樟树上面的一种真菌，在它的成长过程里面，其实当然它就是从菌开始，它就附着在樟树上，那所以它慢慢的就小 baby 慢慢成长，所以你会看到就所谓的菌丝体，从毛毛细细的菌丝变为菌丝体，那大概这个过程大概3到4个礼拜，可是它会慢慢的成长成为一大片的。这时候我们就称之为枳实体，这个图片呢告诉我们这个就是所谓的菌丝体，那这一侧呢就是所谓的枳实体，那当然它们的成长过程不同，那所含有的营养成分当然就不一样，当然你成长越大时间越久，那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多糖体啦三铁类当然含量就会比较高。各位艺人朋友有没有在趁着夏季的时候做什么身体的调整？我都会煮那个绿豆薏仁汤。来红毛哥，天气热的时候自己食欲都不好了，更何况是生病的家人，所以呢我就希望能够找到一个食用上方便又含有牛樟芝又可以顾到新肠胃 all in one 的产品。结果我发现了一个不仅一般人可以食用的健康食品，刚刚提到的天热体燥5种大疾病 all in one 一次解决，刚刚这个医师提到的金银花桑叶鱼腥草它都有，但是它还多加了蒲公英，更可以让我们的燥热赶快排除掉。夏天吃苦养心的牛樟芝、山苦瓜、芹菜，它里面也有，它还有西瓜、木瓜、番茄，这个紫苏等等60多种的蔬果去制造，属于复方的这个酵素，一瓶抵多瓶，一次就可以补充非常多种的酵素，养好肠胃环境，还可以帮助消化，帮助消化。现在我就来分享一下我喝完这个酵素的感想。我年轻的时候胃就很不好，从当兵开始就有胃食道逆流，然后当兵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生活紧张，然后胃穿孔。导致于回到家，现在在社会工作之后，我跟我的妈妈，我们两个人住，我可不知道是不是遗传啦，我们两个都有胃食道逆流的这个状况。胃食道逆流呢，是晚上晚餐一定要在7点之前吃完，要不然睡觉的时候一定就会像岩浆一样。什么叫岩浆？就是睡觉的很灼热，好像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有人在你嘴巴里倒了一杯岩浆在里面，然后你一咳嗽可能到气管，可能到鼻腔里面，那个就是整个晚上就会睡不着。后来就是因为我找到了这个酵素之后呢，现在我跟我妈妈喝了之后就改善很多。你刚刚讲了很多成分，刚刚营养师都有提到，都有提到，而且它还有香菇、黑木耳、黑豆、牛蒡、牛樟芝等添加的多糖体，可以提升抵抗力，减少感冒，还有皮肤的过敏。对All in one， 大家一定很好奇它的味道吧？是，所以我就带来2种我常在家里跟家人一起喝的做法。来，我们一起来干杯！来来，哇！祝医学大联盟收视长虹，大家身体健康。你加气泡水？对啊，加气泡水之后真的可以很清热降肝火，这是解身体燥热最好的饮品。来，清爽，而且它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是，挺好喝的。它的口感啊都不会像一般的酵素很酸，然后有刺激的感觉，它很温顺。对，来这一杯，大家干一下，这是第二个口味，不一样哦，喝喝看，喝了你们就知道了。来，有一个咖啡味，咖啡的味道，对，闻起来会觉得是不是有冲突？喝起来不会，对，它就是加了咖啡，叫人上人咖啡。哦，咖啡加酵素啊，咖啡加酵素，酵素，红毛根的喝起来的口感特别，对啊，一点都不违和，对不对？这喝起来的口感就像西西里咖啡，鲜酸后苦，
再回甘。哇，国际咖啡组织有调查，国人每年喝咖啡有28.5亿杯，平均每个人一年131杯。但是我是超量啊，我每天都喝一杯。对，就像我们的经纪人每天要2杯，那是更超量。是，就是为什么要加酵素在我们的咖啡里面呢？为什么？它可以降低咖啡因的吸收，也可以降低咖啡因对人体的伤害。哇，对，这个好处是多多。那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介绍刚刚这2杯饮品的制作方法。哇 ，bartender， 对对对对，来，哇，刚刚我们喝的第一杯呢，就叫一喝解气水。什么叫一喝解气水呢？就是酵素加上我们的气泡水。哦，比例是多少？1:5。哦，一的酵素，5倍的气泡水，搅拌。哦，就完成了。如果刚刚说有比较喜欢喝冰的朋友，加冰块，嗯，这真的是很好的饮品哎。哇，消暑，来，降暑解气，一喝解气水就完成了。好简单。再来，第二杯就是我们的人上人咖啡。嗯 ，OK。人上人咖啡比例1:7。1:7，咖啡七。对，一的酵素，咖啡七。嗯。做起来就是有西西里咖啡的口感，刚喝起来超好喝的，就是这么方便，3秒钟解决。谢谢浩哥。然后最厉害的，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是这个我们这个怀胎十月300天，你不要小怀胎十月一直看我，我已经生完了，也没有要再生第五胎了。不是，这跟你很大的关系耶。怎么了？为什么？怀胎十月300天，嗯，佳琪姐四宝妈，对，4个宝宝1200天，嗯。这瓶酵素，1100天到1200天才能做成一瓶酵素。一般的酵素300天就可以完成了，它为什么要这么久的时间呢？生一个孩子还要辛苦。对，因为它是纯天然，它不添加常见的7种人工添加物 ，SOD 超氧化歧化酶是一种很厉害的抗氧化剂，可以消除自由基。SOD 的含量是同业中的第一名，每一毫高达33072IU。哇，是什么概念呢？它是灵芝的60倍，法西蘑菇的20倍啊！佛菌的特性呢，采用手工，能够360度的打发。为什么手工呢？嗯，机器它只能180度旋转。对，嗯，有很多的酵素会因为这样子而失去活性而死掉。那它是用手工360度，1100多天呐。哇，这个，我跟你讲，4个小宝宝都生出来，它才有一瓶，真的是绝对安心又有保障的产品。哇。